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贵族。上个礼拜六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0月21号那一天，我一坐下去没有两小时，我输十几万。我打两台，一台吐钱，一台在咬，然后我另一台也是一直在吐哦。因为输一定比赢快，你输的时候一直不开奖，但是你赢的那一桌一定是咬咬吐吐，咬咬吐吐啊。吐的那一台大概也吐了差不多快十万台币，也就是说我当下还输十万台币，我那一台我已经被咬了20万台币，我那个比值是1:2，我就是输了40万分在那一台被咬的台子下，然后我另一台大概赢了10万台币，赢了20万分，然后我这一台被咬了40万分。是你会继续打还是见好就收，输十万就走？我跟你说，你再让我再选一次我也说不定。可是我那时候选择继续打，我打到左边那台已经不吐了，然后我左边那台赢差不多十万之后开始翻脸，所以我在咬的那个瞬间中我直接要输十万，我总共已经输了30。然后呢，我左边那台他翻脸了嘛，因为他吐过了，所以我左边那台我就切掉，我就只打我这台已经输将近50万分的机台。然后打到第35万的时候开吐，掉掉掉掉，跳完3秒钟300块钱，然后他中了一组金币跟一组鱼，那一把直接赢25万台币。我应该走了，因为咬太久了。我想说他这次吐那么大只，结果马上再开一组鱼，又是乘以10倍，又16万。所以那一天3-4个小时出30万，到我最后15分钟他吐了40万台币出来，所以我见好就收，我就走了。我不是教大家赌博，那有些人他们觉得，哎，我越花越多，只要本够硬，我就可以打到底。这是绝对是错觉，因为我刚好是压到那个机台的钱，我把那机台的钱他开吐，吐完机台的钱，然后再吐公尺的钱，也就是说我当下刚好也是中了其他机台的那种 grand 的或是 jackpot 大支的，最少也有 manager。 所以不要想说你打越多就会吐越多，没有这种事，你就是打多少，你打越久你就输越多。有在玩的人设一个停损，5000块3000块下去玩，会吐就会吐大支的给你，不会吐你打多少都没有用。如果再让我遇到一次，我不敢打，我觉得感觉不对，我就不打了。各位自己有在玩的自己小心一点。没看到老爹上城关月荣耀最强金，不要啦，就直接让我上了啦。哦，真的是我不想要每次都当最后一个，然后又保底，那感觉很差。哎，Nexon 的工程师有没有注意到我？我以前玩天堂 W 的时候，虽然是你们敌对场啦，但是他也给我保底啦。那如果你今天对我好一点，不要让我这边又保底一次，那我说一个实在一点的，我会支持你更久啦，不要再搞了。哎，好像就前面那个昙花一现就没东西了耶。哎呦，这是真金吧？真的，真金白银啊，各位，那个下零金的，抱歉了。我跟你说，凑十蓝我就去开史诗挑战卷。6蓝、7蓝、8蓝，哎，都是平均8蓝呢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哦，各位观众，我有金啊，各位，2金了，还没合哦，抽一半而已哦。已经2金了，你们怎么可能觉得没有4金？这绝对4金啊。哦，这个最好一指，拎哪嘞？10蓝的呢？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嘿嘿嘿，太扯了吧！18、19。干拎了啊！史诗挑战卷直接干起来，太扯了啦！20个蓝的烧起来，哎，3金了，各位，3金了，完蛋了！这只我好想收啊，瑞莫奈是我很想收的法师，不能收啊！不是啊，他卡池太好了，我以后不一定碰到这只。你就先抽啊，你收，你下多少啦？你不要吵那么多，你给我下多少？你叫我刚刚去厕所，我没下到啊！你没下到，你活该！这一盘台子再吐了，你们不要。敢说好随便乱合了嘛？没关系，既然要随便乱合就随便乱合，来。哎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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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次，把前面的校正回归一下。哦，太舒服了，3次。哦，4次了，各位，4次。啊啊！我先叫，先叫5次。啊，没有5次啊，先叫没用，是不是？4次 ，OK。哦，又一指，又一指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这22中6只了，最强晶片问号3只了，7只了，各位，22中7啊，各位，敢不敢再一只？我先叫，好像不能叫，叫了就毁了，先不要叫，下次不要叫了，跳过，再跳过，2只，哎，真的哎，好多只哦，
你们会不会跟主播有点神经这样？没有，我就说随便乱合了，不用下那么多功夫啦。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直接下下什么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谁？你放假嘛？你会放假对不对？我满了。我之前妈的十五转了哎。好了，一斤了，一斤了，这样是四斤了。来，我补起来。哇，好舒服哦，这个。等这张等很久了，哎，目前还是四斤，保底也不算哦。好、哦，你们就期待我再合出一斤。想问一下，这台是最强金面台吗？很快就不是了，好不好 ？KCY， 注意你的用词哈、哦，很快就不是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再给我说这种用词，我等下中成片，我就先帮你逼300秒。八发啊，兄弟，八发没有金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们不用随便啊，这算了。那个，既然危机都这样说了，我再信他一回啦。我们三三合法，好不好？先开中间这只。这个我点起来就五金了，五金了啊！零金到三金直接退钱，然后下四金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好，可以啦。这次不点蜡烛了哈，直接开哦。Nope。哎，哎，你同样的动画不用让我重播吧？这不是同一只吗？哇，这个直接开 GG 耶！我们先合成变，然后合完之后再点这个蓝剂，蓝剂失败之后再合成蛙。如果两层都中，现场30单，我就送10万台币出去。你帮我点。大火，大火，拆白，拆白，拆白，花黄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一赔七。我的台子咬那么多，咬三级了，是不是全吐？刚才嘴我杀猪盘的，给我出来哦！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快点转起来！就好家在你没有给我在那边乱点纸气，还好没在嫌弃人呢。干你妈！我没吓到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给我在那边乱点纸气，终于中了，我真的是不会让我五转吧？七吧？啊不啊，我要七七，毁咒我用手点就好了。我是那种会随便五转的人吗？干你妈嘞！你不会真的要我五转吧？再一转失败，我跟妈去喝娃娃机吧。靠呗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只比较强，为什么？它的杀伤力是最高的这一只，这只比较强，没瞎了啦，没瞎了。欸、等一下还没啦，我两个戴帽子的奇奇包夹阿列西，30单啦、啊、10万台币啊你们不要再开玩笑了，你不要发抖，慢慢讲话。各位观众，一日双城哦，加油，我觉得你要中，城市东西帮我刷起来。哇，10万台币没办法送给你们各位。